的澎湖国际花火节将在4月份登场。今年除了有超过20场的烟火释放，还有精彩的表演秀之外，澎湖县政府还跟马公的商家来合作，要举办百万奖金抽奖活动。绚丽璀璨的烟火点亮夜空，民众看的是惊呼连连。已经连续举办12年的澎湖花火节，今年再度在4月中旬登场，广邀游客一同来体验澎湖之美。不论是刺激的水上游乐设施，还是看看自然生态，澎湖县政府今年还要加码，让民众玩个过瘾。游客到现场的话，我们其实可以参加抽奖。那这些奖品大概有包括好几千份，最大奖还有百万奖金要送出去。今年的烟火秀还预计要放超过20场，相当盛大。旅客他其实一年一次，他就是期待来到澎湖看我们这个海上的花火节，他已经变成我们澎湖县一年一度的盛事了。目前4、5月份的订房率已经达到了80%，而花火节会一直持续到6月，与民众同乐。